参与短期交易，我们必须懂得去寻找某些市场的主要讯息和如何去应用它。在交易中，我们不是寻找价值，我们参与的是市场里的每一天的波动和幅度。在这个课程里，我们会讨论到什么是对交易员有利的信息，如何去理解和应用它。我们也将讨论短期交易风险管理的策略。风险管理是我们在交易员生涯里的主要成功之道。